就是从这儿进吗？不像啊。他说的是哪儿？那你说下。就这儿，就已经到了。所以说我不知道是。他说的是从哪儿进啊？是从这儿吗？你看他发的那张照片，或者你跟他那个位置共享一下。生日体育馆，那是这个这边不能进吗？不知道。好，这里吧。在身上没验码的吗？我问他了，我说你好，我需要验码，他说啊，我看过了，我知道，人家场地址提前就留出来了。这是8号对吧？哎，7号啊，七号，那七号。